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。噔噔，今天又来跟大家介绍益美冰棒在新加坡。最近有发现新口味哦，这个是抹茶红豆，然后另外一个呢是芋角。绿茶先放旁边，这个是牛奶冰棒，芋角牛奶冰棒。那这个本身是五支装，对，然后这个呢，我看一下，这本身是，这也是五支装，抹茶冰棒也是五支装。好，那今天跟大家各介绍一支，真的，对，870.5公克一支，那五路装，这是抹茶红豆牛奶冰棒，那这个芋角。芋角剩最后一只啦，因为之前我都吃过了。好，先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外包装，长这个样子。好，因为我刚刚吃了超辣超辣的萧敬腾的面，我现在来吃冰来解辣。首先是这个芋角冰棒，先打开给大家看。哎呀，这好难开呀！噔噔，好，里面长这个样子。然后切开来之后呢，是长，它里面有，它这个比较硬，它里面有那种，我要咬的好了。它里面有那种一颗一颗的那种芋头粒颗粒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，这边有一颗一颗的芋头颗粒。然后接下来是红豆牛奶冰棒，它这个也是双色冰棒哦。要么剪刀，这很难开，要撕的。这是双色冰棒，嘟嘟抹茶双色冰棒，然后它这个应该比较好切吧。呀，哎呦呦，吓我一跳！它这个比较软，比较好切。它红那个抹茶红豆长这个样子，很切面。它红豆也是颗粒颗粒的。给大家看啊，是抹茶红豆，它上面这个抹茶味道很好吃，然后红豆它是那种一颗一颗那种分明的，有没有看到？一颗一颗超好吃，然后你是那种咬得到红豆那种感觉，嗯。然后单纯咬一下这边牛奶，嗯，那牛奶是那种益美牛奶的味道，所以其实是跟那个珍珠奶茶冰棒双色冰棒那支的牛奶是一样的。哦，好吃耶，它奶茶那种抹茶那种味道好浓哦。然后它是那种偏甜的抹茶，不是那种苦涩的抹茶。嗯，哎，这个我会爱耶。如果要我再买一次，我应该也会再买。嗯哼哼哼哼。
吃完一支。噔噔，再吃第二支，这是芋角牛奶冰棒，它比较硬哦。我问一下大家，吃冰棒的时候，大家喜欢用咬的还是喜欢用舔的？我最喜欢用咬的。哦，这个芋头颗粒好明显哦，那个冰棒棍插的也太旁边了吧。吃完第二支，噔噔，好啦，因为刚我吃完萧敬腾的面超辣，然后来吃两根益美冰棒，顺便跟大家介绍，就是我最近看到的新口味。然后上一集介绍新加坡买得到的益美冰棒有三盒，然后这一次两盒是19.9元，上次三盒是27.多元。对，然后他每次活动的优惠不太一样，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下现在新加坡的益美冰棒买得到了，那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影片，那我吃完一支，下次见，拜拜。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按订阅、按分享哦，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我有影片上传的话，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哦。